袂放手，你无死，你无死啊！你哪会无死？你明明一下毒酒，你哪会无死？是我从酒换掉的。我悔啊！放手，我手本来就无想过要做放手，更加无可能违背自己的良心。你真好，对皇上献青衣啦，锦绣佳话，幸为不堪求人何差错。汉国中口口声声，岁月实践实际，义将何来？请娘娘恕罪，并非是老臣心中有所怀疑，只是娘娘，你家一个男人当初三年。讲恁两个是亲兵，实在是难以说服天下人。皇上，虽然我奉票娘娘当初三年，不过我已经以礼相待，兄妹相称，天地可以为证啊！皇上，请你一定要相信奉票娘娘啊！
上你的母，我也愿意心转方向。这是天主爱天下之民爱中民，就不能救上殿下。现在皇上，那至于要迎接皇后回宫，是要如何说服天下人呢？好，丁聪，你不该听国中之言妄下定论。你虽定不了，我定好好保守你啊！不用，汉姑娘说的无错，用下皇。已经死，早在三年前就投河牺牲了。如今站在这，只不过是一个变凡的天家的皇兄，你应该心转皇兄，你莫非为皇兄啊？对啊，你们是讲杜丽。